應該會再好啲，放心。其實點解你星期六日啊唔開台，休息下啊嘛？一至五開台用好多元氣啊嘛。啊，咁樣講嘢連續啊講，一路啊咁樣打講嘢唔係問題，一路打機咧，一路啊又喺度講嘢旁述咧，需要嗰個 CPU。 GPU 啊，過熱啊，星期六日啊負責冷卻啊。今日考通識啊，見到靚女考官啊，哇，考官啊就唔好識啊，講真，呢啲啊最就忌。萬一你識到啊，俾着你識到，大叔可以教你識到。萬一咧，你同佢有咩啊嗌交啊，或者點啊，無啦啦突然間喺呢個考試嘅 report 度 mark 你嗰個名啊嘛，係嘛？咁啊大鑊噶嘛，而家我有咩問？有冇信翻啲各位兄弟？ 系唔叻，但系起格未完全未叻系嘛？我睇我自己都唔系好叻嘅，我而家都觉得应该冇事系嘛？应该 OK 系嘛？而家唔错，咁我继续啦。 哇，飛落棟樓度，時不時引懷念。嗰個女人聲好麻煩啊，聽到呢啲咁樣，啊，我忍喺度。哇，又嚟喎，打翻呢個第一關啊，大佬。啊，練金術師啊，變咗咩啊？面具很好嘅東西，可以直由扮演啊，其他角色嘅啊，隱藏啊自己嘅面目。你應該也是吧？佢即係串我啊，忍者成日戴嗰個啊面具啊，佢喺度串諷刺我，英雄人哋係殺人魔，你嘅真面目係邊一個咧？龍準廢話少講啊，贏嗰個就係有權講嘢，就係英雄啊！呢個自古以嚟，聖王拜寇講咁多廢話，人哋中國嗰個我哋古代一句成語嘅搞掂啊，聖王拜寇教翻佢中文先啊，西洋人啊唔識嘅，佢就要講好多啊一句嗰啲。 你估大叔赢定输俾你买赔率？大叔赢嘅几多倍？呢个炼金术师赢几多倍？啊！大叔系咪让对方几格血啊？啊！俾你等你哋觉得好玩啲。哇！俾啊！得佢都斩到大叔几刀，都算佢有啲料。但系嗰赢啊，只系符禄输。 如果贏得好輕鬆就唔係苦碌噶啦，哇都扣咗幾多喎，哇想捉我，繼續啊，衝埋同我鬥劈冇用嘅，我要同佢講，東洋劍法，哇係咁捅啊，鬼佬啲劍啊通常喺度吉多啲，你有冇留意？係中國人先中意劈。 优雅啲嘅鬼佬嗰啲剑击系要计埋啲典雅绅士用，其实我觉得中国嗰啲剑法你实用啲，能够雪耻当然能够，但落去，但系将佢打咗稀巴烂，开写轮眼，大哥俾佢打中个当输，哇都几难喎，你个条件，即系你要我炒佢，我挡唔挡得啊？ 等睇大哥唔够打出绝招补血，呢度冇得出绝招嘅，放心啊！呢只 game 佢亦都唔系嗰个游戏嘅设计师，亦都唔笨嘅。啊，佢就话：你睇下佢，你见到我冇嚟啦，格剑量子一频率，友谊快提高个输出量。哇，去咗边啊？俾佢打走佢，给我记住龙准。你睇下 FF 世界就系咁啊，好多嗰啲粒字。 你睇下见唔见到？跳上墙壁即可飞，时唔走壁。白老鼠逃出去了，赶快逃出。佢话边个白老鼠？录死呢个冇所谓。呢个系我而家喺个 FF 世界入边啊，而家走咗出嚟啊，终于突破咗。啱啱嗰个系幻象嚟啊，佢特登逼我，佢想我输啊嘛。 啊！佢要我面對以前嗰啲回憶啊，俾嗰個煉金術師打死。而
而家我啊逃出咗出嚟，我一夜劈爆咗嗰個 FF 世界嗰度啊，嗰個實驗室，你睇啊，呢啲就係嗰度嗰啲技術人員啊，想啱啱啊捉我去研究，你睇阿叔一定要狠咁啊懲罰佢呢啲，係咯，一夜劈落去，斬佢花四千。唔怪得龙准咧就系达哥，达哥终于认咧啊，咁都俾你入到位，原来你躲在哪里，你是逃不掉的。全体人发现白老鼠话好难听啊，唔该，好歹都系忍者，点解唔可以叫我咩龙准，叫咩白老鼠？我光明正大都叫人老鼠黐线啊，我边哇，无啦啦开开下门，有人射箭，射晒佢落嚟先。分你事，一样嘅应该，系咪想叫白龙？咩白龙啊？白龙系嗰个千与千寻嗰个白龙啊！一跌斩落去，白老鼠哦！你话白龙嘅意思啊？系咯，好听好多啦！你千与千寻嗰个白龙，你都觉得系一啲好典雅嘅嘢，系嘛？而且我话成身黑色嘅，点会啊叫我白老鼠？都唔合理啊，系嘛？黑老鼠都型啲，白老鼠好似嗰啲软弱无力，俾人喺度做科学实验喺度玩，我而家玩佢哋多啲啊嘛，啊好似讲到我毫无杀伤力咁样，唔满意，哇有人抌菠萝，分佢丝领啊，米高老鼠，分落去。米奇，但系老老实实觉得呢个 game 点？呢个 game 一开头咧，如果你单独不计咧，我觉得都唔错。但系如果你俾佢二嘅话，就可能嗰个系统咧，因为玩开第二集嘅人就会中意咧难度高啲啊。呢一只难度冇咁高，就系为咗吸引咧更多嘅玩家。所以就系咁样啊。你哋点睇？我啊觉得单独睇嘅话都唔错嘅，多啲新嘅玩法啊，过瘾啲啊！觉唔觉得玩嚟玩去都系咁啊？片嚟片去又好难讲，呢个系嗰个游戏嗰个主要模式噶嘛？佢都要多变化，佢都唔系净系话片啊！如果你系咁，所有游戏都系咁嘅，你话例如 RPG 嘅话，永远都系啊打嚟打去咁样，系嘛？即系嗰个每一个游戏都有嗰个主要嗰个模式噶嘛？啊、好似你嗰啲啊咩啊，嗰、那个吞食天地咁样，一路行一路打，佢个主要嗰个模式就系咁样。正如你三国无双啊，用嚟用去都系嗰啲招啊，招可能我呢个我就未完全了解晒，我唔知系咪同啊第二集一样咁多招。以前系多啲武器咧，如果你要讲嘅话都系。第二集系多啲武器啊，每种武器咧有佢自己嘅特性啊，有飞镖啊。箭啊，等等等等。CS 射嚟射佢，打怪都升咧啊啊，打钉都系。黐你成日打钉嘅，千祈唔好。我喺呢个台咧，成日都叫大家咧，千祈唔好打钉。如果你黐好似仲未过廿五岁，你仲可以高喎、啊。啊，你打钉嘅话就冇得高啊。我奉劝各位大家一句啊，成日你通常咧。啊！我喺高登咧都成日讲噶，佢话打钉系咪冇啊？佢就讲咗话点解通常有啲矮话我自己生得好矮，即系出啲粗说就咁讲。跟住有啲人咧，通常系五个回复之内又问佢系咪因为你成日打钉，跟住佢就通常都话系啊咁样。跟住咧，跟住啲人就知道嗰个原因啊。咁咧而家咧科学上咧系仲未有一个啊嗰、那个例证话咩打钉咧。啊，会嚟自啊，会令你唔高啊嗰啲，你成日好多人都会引用咩鬼佬日日打啦，咩咩咩咁样，成日都讲话咩啲鬼仔好咸湿嘅，你哋成日咁讲啲鬼仔啊学生接触仲多啊，但系佢冇留意就系鬼佬本身高啦，可能佢大原本可能两米几嘅，打人钉都米八啊，我哋中国人本身就冇咁高嘛，可能我哋原本米八嘅，咁你钉咗之后咪得米五、米六系嘛啊？但呢个我哋系靠一个统计学嘅，即系有显示咧例证嘅显示就系打得丁多咧，诶跳过对面先，一嘢攞把刀我都顾到啦，咁样掹住打得丁多咧就好容易咧啊，好容易啊变矮
啊，我中三一打钉嘅次数咧好多，搞到皮肤渣，睇落咧又肿人又颓，加咗钉啊好多。但过来咧，因为哇黐线，我米八啊，点屌佢咁样啊？我不嬲都唔打钉，认真啦，两星期冇钉啊，好似高咗啊啊！我不嬲，我由细到大都唔打钉嘅啊！呢位同学啊啊 ，Butterfly effect， 咁我都唔钉啦。大家一齐都唔好钉 ，FF 世界完咗，打得钉多咧，终遇苦啊！Chris 182米八，你日日日钉，你本身攞系两米高嘅姚明嘅，你知唔知啊？你系中国第二个希望入去 NBA 攞冠军指环，就是、因为你咁样钉嘅，我哋又少一个人攞冠军指啊！你本身计逆帝之后有最多指环嘅啊，一个 NBA 球手。打完钉之后咧会食翻，会唔会补翻？哇！黐线啊，越讲越核突啊！呢啲啊都啱，可能啱嘅。父母孝敦讲过啊嘛，父母精血不可遗弃啊嘛。啊咁啊，钉嘅钉出嚟嗰啲嘢可能都唔应该遗弃啊，唔能够随便遗弃。以前我阿妹啊，高登啊，有个 user 叫 Edo， 大家有冇记得？啊！以前佢最出名嗰、那个嗰、那个经典嘅事情嘅就系讲呢样嘢。晚晚啊打机会唔会觉得闷啊？唔闷啊！有你哋陪我打啊嘛。啊，我打机都系一个做一个副业嚟啊嘛，同你倾下偈先系最嗰个重要啊嘛，吹下水。打机啊，为咗你个视觉上有啲啊嘢睇下啊嘛，你见到啊达叔啊，俾啲画面你哋睇下。介绍下唔同嘅游戏世界，减下压大家，好似嗰个娱乐无穷咁啊，有啲金鱼嗰个呀。其实亚视要定系娱乐无穷系亚视定系无线播？咦，佢可以直咁播无线咧，有时冇节目咧，咪会有个圆形圆氹氹一嘟一声，捉到白老鼠啊！讲埋先，打开佢，哇，放啲咩嘢出嚟啊？动作快啲，丧尸喎呢啲系，来吧，继续实验。惊咩龙准？点解有个窒一窒步？根本就完全冇一个惧怕。咁啊，你嗰个无线可以就咁播一个黑画面或者点都得噶，但系佢又要播少少嘢俾你睇啊，等你知道。我听大哥咧都系一路打机一路听大叔。红人有冇架放有啊？有啊。online game 咪以前有玩啊，龙族啊，金融 online 啊，等等等等啊。嚟啦，最后一只嘢，轻轻松松。佢哋喺边？哇，仲未杀喎！哇，生嗰只系咩出嚟？呢啲都系 FF 出嚟嘅怪兽啊！我见到佢有啲积木砌砖咁样。哇，自己打自己佢。我龙族咩国家好似泰班啊！我一嗰阵时咧玩龙族咧，佢哋好兴叫对方叫做咩？例如话你系第二个国家，佢就会加帮你加个九字，就好似而家啲球会咁样啊！你系球咩 fans， 佢就会喺度讲咩狗咩狗。我觉得系由龙族呢个风气大起。嗰阵时龙族咧一见身对面咩，总之系唔系同一势力啊，或者 server 唔同啊，就叫你咩狗咩狗咁样。就同而家嗰個球嗰、那個波台啊，高登個波台一樣啊，完全係瘋狂狀態，見到人就鬧啊，係啊，就係、是、咁樣，咩都加個九字。你睇陸續小説好唔好睇？真係啊，你啊，例如話嗰陣時有個國家叫咩伊斯啊，有個國家叫伊斯，佢就會叫你伊斯狗。跟住你係太白，你係有咩傑鵬有個國家，咁你係叫傑狗啊，就同我而家熱刺嗰個熱狗差唔多啊。跟住仲有一個咩叫拜索斯，就叫咩拜狗啊，就係、是、你哋成日講咩慢狗啊、利狗啊啊嗰啲差唔多，全部都加個狗爪邊啊，好中意咁樣講。我唔知點解係嗰個時候風啊。跟住咧有一段嗰陣時都未，可能都有人踢波，我唔知佢可能係嗰度啲人就帶入嚟啊，即係佢哋可能啊。又喺入面喺 online game 入面一路睇波一路喺度玩呢
啊，咁可能喺度闹嚟闹去，跟住闹闹下有一流传，流传咗出嚟，啊，所以你波台先咁样嘅。用 cam 拍住自己嘅放右下角，死死地啊！你谂下，可以考虑下嘅啊！我惊日日见啊，你嘅点讲啊？成日露我靓仔样，我惊呢个 server 会坏，因为我成日 show 个样出嚟，嗰啲好多女慕名而来咧，又唔系几好啊！因为我通常喺呢度啊，啊想同个众多兄弟见面啊，因为有时候叻叻地啊嘛，系嘛？如果太多女 user 入嚟咧，就唔系几好，我惊搞叻个 server。啊、好啊，睇上路 OK， 即刻俾人 ban 台，梗系靓仔啊嘛，靓仔得滞，梗系俾人 ban 啦。我系 JTV 啫嘛，我即刻几廿个人，其他台嗰啲人即刻举报检举我，话咁靓仔，我哋仲点样做嗰个直播，我都检举俾我，所以我一路都唔出样嘅，啊，好少。苏拿两兄弟几高，好似应该再米八再多啲啊，高过大叔少少嘅，啊。一个系时候民主，我一路都好民主。放心，我过啊，有个台啊，成两万啊，人睇紧都唔轻。我 up 你木村拓哉嚟上台，你以为得两万人啊？啊，呢位同学，木村拓哉上嚟 JTV 啊，日本嗰度都已经一百万人啦，香港呢度起码都三百万啊。仲要计埋嗰啲大陆啊、台湾啊等等等等，成个 server down 啊！应该为你哋着想啊，增加女 fans 嘅比例啊！你哋叫噶嘛，大叔我已经叫了一批噶啦，我已经做咗个帮你垫底啊，已经嗌咗一扎啊，呢啲啊冇，呢啲啊冇嗰个冇本心，大叔已经叫咗好多啊！我哋而家开啲女性嘅话题啦啊！大家中意最近睇边个迷边个男星？啊！我想睇到咧，杰伊 B B 嘅针水俾你饮啊！佢俾如果佢针一张水，我人神共愤，我又系我第二日出街俾人打死嗰啲，佢话啲霸占咗杰伊 B B 嘅感觉。阿古路啊，我想知女，我想知咧，哦，讲开，我想知女孩子咧中意边个球星嘅？而家最兴系咪仲系 C 朗嗰啲？有冇啲新嘅啊？次次问女仔中意边个球星咧，佢一定系一答，你一定系答 C 朗，唔会答美斯、费托啊、美啊啊啊嗰、那个 C 朗，仲有边个啊？碧咸，哇，做咩事啊？佢跳落去自杀，摸唔到嗰、那个。碧咸终于又死一次啊！矮美斯。真系废托，苏拿两兄弟算唔算啊？广东话啊，犀利啊！佢哋真系识好多语言啊，系啊！你要费迪南杜巴，女仔中意杜巴好少喎、啊，我未听过人哋中意杜巴啊！我知点解，因为佢似言承旭啊嘛，非洲言承旭，但系嗰个咩喎？我又记得嗰、那个点讲啊？我印象中咧，我识嘅女孩子通常咧冇咩人中意黑人嗰啲球星啊。就算嗰个黑人系几靓仔，有冇啲黑有冇靓仔嘅黑人球星啊？除咗杜巴，有冇人可以俾多几个例子我？喂啦，高比啊！你讲高比好靓仔咩？啊！喂，呢度有几多人觉得高比？小豆都唔叫黑人啦、啊，嗰、那个啡啡地，伊杜奥奥尼尔，艾森女仔嚟，点会靓仔啫？米高佐都几靓仔，讲真可以啊，我又觉得似啊。咩云佩斯越讲越离谱啊！云佩斯白雪雪荷兰人都话系黑人，后援好多女仔中意林书豪 ，Kelvin Garnett 艾夫啊。詹士都几 OK 嘅，詹士都艾弗逊啦，艾弗逊都几靓。但系个人唔打钉，思想打钉，咩意思？我从来不钉。沃克特，仲有嗰啲黑人嗰啲球星咧，通常嗰个女朋友都好靓女，大家知唔知？有冇睇过艾树尼高尔嗰个女朋友系唔知咩著名嗰啲名模
啊，好多和抗特嗰个又系，有冇留意到呢个现象？你有冇发现到啊？啊，相反嗰啲韦娜嗰啲啊，嗰啲老啊卡卡嗰啲老婆咧，就未必话真系一等一咧靓到省镜啊。A 哥真系好，巴神。有钱啊，咩都得。咁你韦娜嗰啲仲有钱啊，美斯嗰啲仲有钱啊，系嘛？系嘛？力苏，力苏个样啊几好啊，几深刻嘅印象。我、啊、早排啊系啊，有冇睇嗰个冲击影像社？讲起黑人，啱啱啊有睇，早上星期六啊，嗰、那个冲击影像社几好睇，你有冇睇啊？讲嗰个啲人咧去嗰个土人嗰生活啊，去嗰个叫咩啊？埃塞俄比亚，你有冇睇？有两个日本仔又去嗰度，跟住咧嗰个土人咧有啲生活啊，就要嗰个咩要比武去抢亲啊，两条村咧喺度攞嗰啲攞两碌竹咧喺度隔剑，隔赢咗咧先至有嗰、那个啊，先至可以抢，可以过去对面村咧娶佢哋嗰啲老婆，赢咗个就可以，哇，救唔到佢，我有睇啊，我有睇啊，女仔黑人啊只系识奥巴马，但又唔会嘅。啊！嗰啲韦史密夫嗰啲都应该识嘅啊！嗰啲著名嘅影星啊，黑超特警组嗰、那个啊，嗰条啊美斯啊条女系咩样？我都唔知喎啊！美斯好多条女啊，你知唔知啊？啊！我有讲过有，我有讲过话，我睇过一单新闻就系美斯发现俾人发现咗佢带条女入去嗰、那个啊香闺嗰度。跟住啲人就问翻嗰个女仔话：啊，你嗰日同美斯做过啲咩？那个女仔又同佢讲话，同佢玩咗成日 winning， 我成晚都喺度玩 winning， 玩到好攰啊！大家都话冇乜点瞓啊，咁讲美斯，但系第二日咧仲好精神啊，仲去练波啊，玩到四五点啊！大家知唔知啊？佢玩到四五点咧，但系都冇同咧嗰个女仔咧发生关系。我话美斯系一个真嘅君子，所以你哋成日话佢插水根本系冇，我根本就相信唔到。话佢咩影帝，佢做呢啲，佢啊美斯啊同佢连一个女仔喺个孤男寡女独处一室都话宁愿咧打机咧分散自己注意力啊，毫无嗰个淫念同嗰个歪念。所以你成日话咩美斯插水，话佢咩插水狗嗰啲，我根本啊，我系相信唔到啊！美斯咁乖，你睇一份人担屎都唔偷食嘅，啊，仲点会插水谂到呢啲淫邪之事系嘛？如果打得慢啲啊，会变咗鬼武者，搞啊你唔知佢啊，肯定唔会啊！你睇下美斯如果成日搞，你觉得仲可以踢到咁劲咩？梗系冇啦。我搞咗佢个女仔仲即刻认啦，系嘛？好似嗰啲集邮咁样啊，即刻我俾美斯，我吸引到美斯同我发生关系，几威水啊！身价即刻升几倍啊！博新闻啊嘛可以，但系佢都冇，佢就同佢讲个美斯系喺度打机啊！但系个都系影帝，知奇点解咁讲啊？我从来都未插过水啊 ，LCK 知唔知？小学咧就唔识嘅啊，星期有人咁讲啊，讲得太啱。美斯系用上帝之手啊，点计唔小心拨入嘅。佢嗰日啱啱美斯啊想梳头，佢谂住摇个头锤咧梳定个靓头咧，谂住嗰个大特写型啲，佢话成日俾人笑毒。佢谂住梳翻个 all back， 佢系咁样举起个手啊，点知个头咧咁啱个波啊揼落去，跟住佢谂住吹佢都认啊自首嘅啊，点知系球证嗰、那个。啊！个巴斯基斯就教佢啊！你又唔好怪美斯，我知道内情，美斯有报告俾我听。我、啊、影帝巴斯基斯，我话你咁笨噶，梗系唔好出声啦，咁样讲啊！啊，梳翻个头轻松，佢系咁讲。你都系想俾你有个大头啫，佢咁讲。巴斯基斯，咁巴斯基斯咁做咧，其实系为咗黐埋喺美斯度咧，啊，一齐影个大头相。你知唔知美斯基啊？美斯打 WE 打到半夜，第二朝都可以起身翻工，但系咧十一点半就瞓，唔系又冇力。阿哥是不是龟佬？美斯踢两个大佬，美斯嗰个踢波成日有运动，一嚟身体健康啲，二嚟佢每日去翻工就系翻两个钟嘅，啊练波啊嚟啦！睇下先，对咩事啊？这样应该可以止血，点止血啊？俾我劈落去啊！你又系传闻中嘅忍者，
呢度好危险啊！离开啦！呢、這个人不怀好意，一睇就知会变怪兽或者咩。嚟救个细路女，仲同佢讲咁多嘢，真系蠢啊！俾我一刀劈落去，佢话好啦，啊，剧本达，佢肯定会走啊！突然间，我有进入呢个电梯嘅权限，咁好心，我啊唔信啊，一定系有陷阱，开啲怪兽出嚟啦，估到你啦，我系佢啊，啊，我带你到最下层，你睇佢样几奸，仲对我打单眼，一定系唔放好嘢。咪话我话呢、這个一定坏人，你哋点睇？都难得，都难得系咩人？话点解要帮我？开始啊，问到气郁啦，唔使咁紧张啊，诶咁讲，我都有个女同佢差唔多大，话讲呢个大话真系完全好难令人信服。不过不知道有没有长高啊，同你一样啊，担心呢个问题。龙准咧好关啊，好有用喺度得闲扮有型，但系落去我之后咧都会马上去睇佢噶啦，啊，好慢慢嘅跌升降机之旅，好，哇揿咗 lift 出嚟啦，走出呢个大厅就系啦，哇！原来佢啊，你睇下，佢真系带咗落去，你睇下几多个埋伏。但系可惜嘅，佢以为暴串咧就有嗰、那个，即系嗰个就可以即系免一死。点知人哋都系打完斋唔要和尚。个肚有异形，我啱啱都估呢啲啊，仲要屈佢嘅奸人，佢唔奸啊，五只啱啱大叔争啲俾人戒颈死啊！差啲，如果唔系我揿得快死咗，你睇下佢自己都死埋，你仲可以话我，我根本就系估到，你睇下佢根本就带我中伏。郑子成，佢唔系暴串啊，唔系暴串，点解会有咁多人埋伏？点解会知道我落去？你谂啊？佢就系郑子成啊，系啊，子豪，子豪最后嗰下场都系唔好啊嘛，做得咁多衰嘢。人哋明明系好人啊，但系个屈到佢咧，啊，就系个坏人咁样。好人啊，佢啱啱个眼神成个 T back 咁样，你有冇睇 Prison Break 嗰、那个 Prison Break 嗰个人啊？啊，咁样喺度对我嗰个向下咁样个头耷低咁样向上望。我个人唔同咗啊，戴咗头巾应该冇。所有警卫咧都最底层嘅死守。头先有讲啊，系咩？哦，怪错咗佢嘅啊，唔好意思，我帮你报仇啊，啊 ，sorry， 啊，我帮你澄清翻，我啲人帮你登报澄清翻啊，呢、這个光头佬系好人嚟啊，佢都有个女啊，人哋有女你杀人，你又指你，我帮你报仇，斩开你九六啊！平反六四，我帮你平反翻，我会认嘅。你睇下我呢啲，我系真嗰个民主啊！我有错啊，认讲出个历史真相，即刻到你哇！你睇下我杀到着个魔，你睇下愤怒，你睇下只手都呼唤我，要系咁斩呢啲人，杀人啊！啊，杀人妻儿啊！一夜恐来走，啱啱我阿叔都冇得走啊，俾你咁样戒死咗。又嚟想戒我颈啊嘛！哇，好多人喺地下爬啊爬啊，有冇得再捅落去？哇，想走啊！头先讲紧星球嗰阵，佢转咗个最热舞啊！玩快啲啊嘛，怕你哋睇到闷啊！我打最难一定系都系冇问题，我都系即刻爆机，我都系一滴血都唔扣。哇！个女仔喺度打 game boy， 我杀到真系死岂有此理！佢哋受伤有冇事啊？
啊，冇事了，克里夫呢？哇，陆总嘅样真系，除咗面罩之后真系睇唔惯，有冇人觉得唔系几靓仔？美月呢？被一个可怕的阿姨捉走了，一定系啱啱个变态女博士。去吧，我去搵妈咪，带你去搵妈咪。听住，一阵眯埋眼，无论咩事都唔好睁开，扮做冇睇到，放心将个人交俾我。哇，讲啲嘢好似有拐细路女咁样嘅，啊，抱起喎，抱起咩意思啊？哇，有肌肤之亲，摆低佢先，我唔做啦呢啲嘢，你可唔可以自己行？喂，唔好揽住佢只脚啊！一夜啊，肌肤之亲啊，瘦瘦不亲啊，男女啊。个女仔唔识讲嘢，我而家要抱住 B B， 我平时都系咁样抱 G E B B， 佢都系扭计咁样打佢，劈佢啊！啱啱劈咗啊，都劈唔到，放飞镖又唔得，斩死佢，我都想。佢即刻揽住我，你睇下达叔就系咁，好有女人缘。我冇必要回答你，走快啲！喂，做乜走去边啊？啊！哇哇，俾人兜个屁股，你就不能合上嘴巴吗？好似 Lady Gaga 啊，真系一嘢哇，使唔使咁大力拍个掣？哇！佢仲喺度电我，放生电 ，sorry， 我话我唔受呢啲主动嘅女人，我都系唔食。好，快啲抱住我，要即刻追佢！哇，冲埋嚟一嘢哇！咁细个要个细路女睇埋呢啲咁腥暴力嘅嘢，真系嚟啊！出嚟啊！估到你啊！闭上眼睛，佢一定要我抱住佢，我谂唔俾我放低同佢打两个哇！我唔想要啊，因为呢个细路女冇嗰啲男人通常都系咁啊！你哋成日都讲话咩唔要 B B 啊，阿叔都想抱住佢。让俾佢，我话你咁想要啊，你冇仔啊，我俾你领养啦，我咁样讲。爸爸点解唔要我？闭上眼睛，系、哎、啊，一夜分离师啊，同一招冇可能对我用两次。入去，继续行啊！话啲我以为啲怪兽会跳晒出嚟，好在冇孭住个细路女都唔知点打，有剧情啦！星子弹入嚟啦，呢个系咩？神之轮哦，即刻哇，仲够胆揈开人哋只手，方娜即刻认妈咪，太好啦，你冇事，即刻真唔知啊！佢哋攞康娜嚟威胁我，我唔使介意。你哋嘅目的系咩？即刻扮有型先，一定系咁。现代嘅炼金术师想做神的梦啊，创造新世界的梦啊！你昏迷时，我抽了点血啊，摸一摸先，我爱之血点啊？被称为咧传说中嘅龙神末裔，龙族忍者遗传基因，应该能为新神啊带来莫大贡献。Lady Gaga 上个脑啊！唱得太多，我啲 rock 歌啊，那么也让你贡献，亦都俾你贡献啲力量啊！咩意思啊？拱你落去啊！拜拜！哇，你睇下发生咩事？个女仔哇，开始 FF 化，你睇下变咗砌砖，变成点啊？积木人 ，let go 啊！有手有脚啦啊，终于变咗只怪物啦！打格仔啊！神嘅初形，半成品啊，合成兽。从扭曲的心诞生嘅神之亚种咧，比较像不完整的妖魔，即使战士一样，也远比人类强哦。啊！发一疯啊！带佢离开。我准备只脚，快啲走。好啦，又要搵岸运啊，又要扮有型嘅时候。Lady Gaga 新嘅造型啊，可能下次演唱会又会咁样做。速攻啊，你睇下，大叔赢嘅，大叔会唔会输？冇可能，我会答你赢硬，大叔。连环腿啊，喺你后面啊，斩咗只脚落嚟先。
会唔会炒佢俾佢？今场可能有机会。我买一万，你输一赔一万，俾佢打中当输。但系我试下唔用剑啊，打死佢，高难度，高难度我都系赢嘅。你唔需要质疑大叔嘅实力。我一阵俾你睇下，我其实我去玩到困难，我都一样嘅，冇问题。你嗰次第一次睇都知啊，而且我玩第二代。哇，生咗只怪兽，怪兽话放毒气，踢唔到。芬尼斯，呢个 boss 真系有龙掌嘅血，连滑行都唔识。有啊，你睇下佢啲脚几劲。你系咪好中意美腿啊？你成日讲咩少女时代嗰啲啊？呢对脚啱唔啱你哋口味？够姜唔好拉打，我而家冇拉打，你睇下我喺佢隔篱喺咁氹氹转啊！佢会抌地，我话俾你听，好冲埋去，睇下大叔就喺隔篱唔拉打，哇！俾佢有你嚼一下，让你啊！我中咗你的激将法，你睇下打乱咗我自己节奏，本身我真系可以炒佢。你哋系嗰边系派嚟嘅奸细嚟嘅，一嘢劈断你只手，走啦，走啦啊！小丑啊，应该退场啦，系咪你落嚟同我打先？你哋慢慢玩，我都估到嗰啲大佬系咁样讲，有缘啊，再相见，哈哈哈哈哈！哇！使唔使教难度？哇，避开先。好，继续我话俾你兜中一下，冇咁得意住，唔拉打中招，冇品啊！话我点解话我冇品啊？大众啲见识啊，对于韩国没咩兴趣。大哥系咪食到嗰两母女啊？我又唔知道，我依家剧情我都未知住，我依家都未救到佢，未答到你。不过睇嚟机会都大，因为做咗佢救命恩人，佢只能够答咩以身相许之类啊。最难，最难我惊佢 HP 会多啲，我就惊你打到。就我一定赢嘅，最难都放心。你睇我，你计翻啦，你当佢唔系，你当我中五招我就死，你当阿叔唔会中多五下，你睇个 HP， 如果扣超过一半嘅话就当我死咗。系啊，阿叔个招功，伸只手出嚟，扣多我一半 HP 当我死，放口气喎，哇，哎呀，仲差少少啊，扣多我一半 HP 我派钱。爆机先有最难毛，好似要买啊最难咯毛，好似唔使啊，哇，冇扣一半，未够啊，冇屈啊，而家三分一啊，啊，挂住讲嘢，芬尼斯斩你，哇，仲未得，呢、這个形态系最易打，啱啱嗰只手嗰个会放毒气，而家仲系三分一啊，冇话未到一半啊，啊。哇！唔好电到，未到，斩埋落去。哇！仲未，仲生出嚟。哇！哇！好险啊！争啲啱啱俾佢揼中就扣一半 HP。打翻慢啲先，挂住喺度扮有型。拉翻。哇！佢成日生亲手都要扣屈我一格，我咧认真打少少先，打不到的空气人，我就系打不到的空气人啊！我就系嗰个电脑啊！咁样想到我讲，芬尼斯死啊个哇，又生只手，几多只手啊大佬？哇有变，放毒气，沙林毒气，哇未到啊，未扣一半啊，冇屈啊，啊我一打翻啊！最后一次机会，哇！冇揈中我啊，大佬，哇！条边啊好长，嚟啦！哇！钳住我，
一嘢批甩你个头，靓，啱啱冇一半 HP 嘅搞掉，完啦，斩埋只脚落嚟啊嘛，自爆系统啊已经启动，全体人员啊迅速离开，快啲走，契弟走咯，哇，一嘢个头，执你落去，一刀劈落去，哇！变成 FF， 所有嘅 FF 已经变成个幻影，如梦幻泡影。睇你走得摩啊！呢、這个时候，喂，自爆啊就嚟，哇，都满，争啲啊，争啲过唔到，一嘢踩落去，妈好兄弟，你睇下我当嗰啲怪龟咁踩，哇！你睇下嗰啲女啊，这女这女讲得容易，哇，即刻揽住我啊！第一个，两个女开始增重啦，开始。大叔已经成为了皇位，两个女孩子东宫西宫开始争宠，契弟就得摸，我现在要揀救边个，我揀了救这个小路女，不是，原来我享齐人之福，一起拖手拖住出来，边洞一夜劈死他啦，使乜惊啊，你 AK 都不惊的啦，啊，是否要变更又换类型？冇需要，我系英雄。差唔多啦，完啦，我咪睇埋呢个劇情，我哋完啦，一日一章我哋，几好咁样保持呢个进度。民以食为先。睇埋呢个劇情先，睇埋先。你哋觉得呢只 game 个剧本点？波街，你有睇呢个忍者？你觉得点啊？唔吸引，啱啱到。睇啊，太航空母男哈里森。原本是挺好的，比你 FF 完你就更好。你以为是谁啊？救世界英雄啊？我问过日本政府了，他们对你的行动完全不知情。我只是奉外部的事务官来执行任务的。哼，指挥作战是叫食神的官是吧？目前啊，听说下落不明啊。啊，但是这件事的主因啊，就是对方要求轮罪，你们的行为啊，严重的侵犯啊他国主权，大罪来的。啊 ,You Japanese, shut up! 联合国有政策，定是你们都想跟联合国为敌啊？忍者，你以为自己是谁啊？啊，不要再轻举妄动啊，听到没啊？忍者已经是上一代的亡灵啊，还在出来搞乱，烦死人啊！他说回去做你的舞台剧啦，还在现实，我们用紧核弹啊，一嘢炸下去，你可以反到核弹吗？收声，男人讲嘢。我讲得好清楚啊！即刻烂开，即刻落船，唔好喺个船度。等佢接到南嗰阵时，即刻翻去日本，即刻咁烂出去啦！我再讲多次，烂出去，听唔听到？即刻烂出嚟，好唔开心啊！望海。对不住啊，事情搞到咁，唔系你嘅错。石神先生究竟搞咩？人都联络唔到嘅。虽然克里夫告诉我要提防佢，唉，我都唔知佢系咪平安。即刻你睇下，我聪明嘅答正，冷静啲。喺康兰面前，你要表现得一个坚强嘅母亲。你讲得啱啊。其实康兰不是我亲生，定我都估到嘅啦。即刻为咗想令到我嗰、那个。阿洛达啊，立即就唔认系自己嗰、那个，系佢个女啊，惊我因为有个油瓶仔咧就唔沟佢啊，佢讲唔到嘢啊，系啊，因为一场车祸，呢场车祸令到姐姐同姐夫都，佢因为承受唔到双亲嘅打击，我已经收留咗佢一年，讲大话，康啦，点啊，肚饿啊，哇，即刻除衫啦，嗱，即刻咧惊惊可爱。
哇，叫我做爸爸，爸爸，佢即刻要除衫咧 ，show 自己嘅女性魅力嘅，惊自己唔够嗰个萝莉豆。佢话唔好令到妈咪困扰，好吗？好衰啊！我咧佢利用紧小孩子。你啊，弄准中计嚟，你睇下，父亲嘛，中晒上晒当，真系蠢英雄啊！自古英雄啊，难过美人关。哇！呢个人有啲似 Steve Jobs， 而家睇落去，你睇下，你睇下似唔似？又瘦。被袭击时刚好在船舱，我都识讲咧，直接匿埋。被袭击时，我咁啱食紧花生、食烟、饮酒，所以唔得闲劈怪兽。超人可唔可以咁样啊？啊！你哋两个冇事就 OK 啦。龟石神，你要查到啲咩？冇啊，就好似你讲嘅一样。翻日本先算啦，不如可能石神先生知道啲咩？美军不知道突然间搞什么，实在太可疑了。陆准，你呢？他问我是不是娶他的意思，我犯全线契弟走得摸，他说我不想照顾你，有件想确认的。你看这个大话真的说得好。这条女好像是长脚蟹，靓个长脚蟹啊！啊，条女是咪白底？点解你可以睇到啊？认真，冇露冇露个底啊！啊，翻老家准备提亲啊！啊啱啊，准备嫁妆先，问下老豆可唔可以娶得过？有个油瓶女啊，得唔得啊？要问一问嗰啲族长、家族忍者嗰个清誉。佢话你惊你大陆冇啊！佢话你累到成个忍者。即以后嗰个忍者装全部人都要绿色制服，佢话仲得了嘅感觉啊！我即刻翻嚟坐直升机啦！啲剧情好好睇，啱啱你哋又话唔好睇，而家又话好睇，一时一样。翻去富士山。龙准翻 JTV 问大哥去唔去冇？呢度得噶啦，我准备跳楼啊！哇，飞落去呢条友真系似马近降落伞都冇，跳落去着地，你睇几有型？有冇得 save 啊？哇，烟雾弥漫，哇，地下有啲咩？成扎尸，有啲丧尸声喎，呻吟。哇，系咁有人冧低，我吓，我把刀咧喂。点解我冇刀啊？喂，啱啱我地下一把啊，知道我冇刀，掹出嚟睇下先。咁多把唔掹，系掹呢把。一掹出嚟，邪忍王无啦啦换刀啊？点解？玩埋 save 埋呢度就完啦，好嘛？啱啱未 save。有冇人知道 save 咗未啊？哦 ，save 咗啦，应该见到啦。读埋篇潮文啊！邪恶 BGM， 隻手好似啊 B 沙克啲智趣批批边啊！哇，你呢位仁兄啊，你都形容得几生动有趣。嗱，好，读埋篇潮文啊，等等啊。寻日啊，阿 Dirty Bear send 咗好多个潮文啊。等等，我睇下先。叫六合彩潮文，睇下先啊！仲有咩佛故事喎、啊？佢话高登有好多佛故事。我读一篇六合彩嘅潮文咧，因为听日咧就四千几万嘅啊，睇下大家会唔会中啊？未 save 咗啦，你唔使呃我，未 save 我嘅啊！我想知条村做咩，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明天，请睇明天。准备啦！我有呢个六合彩嗰、那个啊潮文，六合彩潮文。曾经咧有人讲过，正常读过书、识计数嘅人咧系唔会买六合彩，但系呢个讲法系错嘅，仲要大错特错。六合彩对我嚟讲咧，唔系赌博，而系将令我重获新生嘅投胎券。如果你问我向上社会流动嘅机会喺边度，我会答你
一直都是馬會，八千萬不是一個細數字，但到底啊，我攞嚟做咩咧？具體嚟講啊，八千萬可以養20個仔，八千萬咧可以買180萬嘅蛋撻，啊，八千萬咧可以買1億6千萬嘅膠袋，八千萬咧還能咧照記80萬次，當然啊質素不會太高。22、27、28、29、40、42、46、49，呢七個投胎密碼深深咧印喺我嘅腦海度。立即就 check 下我张投胎券，看看有没有这七个数字。那种兴奋，那种刺激，那种期待呢，啊，如同父母，啊，看着刚出生的新生命的心情，啊，看看看到22就觉得新生命大概要出来了。再看望到27，打算明天就上班毒打啲衰老板。再看看28，开始去半岛订订台吃鲍鱼。再看到29，又中一个，中了4个了，已经是这个3、4奖了。考虑买保时捷定是法拉利，最后哇中了第5个字都中埋。42问人啊，8000万可以买咩明星啊？再睇睇到46中晒，我竟然中晒6个号码，可惜嘅系天意弄人，呢6个号码竟然分别印喺6张唔同嘅彩票。呢，这个情况就好似搭真巴士都系得阿叔嘅隔篱有空位，学生妹啊冇你份啊。学校吊真位都是猪扒牛扒为伴，沈佳宜冇你份，连搭地铁都要撞到食紧饼的人，然后闹你是狗，资源错配呢，啊，投胎成日失败，幸运都不理我，缘分亦不曾相见，绝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我拿着百佳袋在黄埔的街头上拿着和记出的 iPhone 打给阿强，啊，阿强听日一定会好天的，你怎知道会好天的？因为听日仲要翻工啊嘛，啊，今次此文系献给啊世上没有中奖但仍只有中伏的同事，这女嘅没有末路，你也咧不曾系孤独啊！大家明天都要，我又同大家兄弟讲，听日一定会好天嘅啊！因为大家都要翻工翻学啊，咁啊龙准咗路咧啊，欲知后事如何咧啊，记得咧睇呢个啊。明天个忍者究竟咧会娶边个做老婆咧？究竟拣个大嘅定系拣个乱嘅咧？啊，继续睇落去。咁啊，达叔啊，啊，先行啊，休息啦。明天就再见，拜拜。完。